好，我们现在依次来揭晓，我们首先看谁的？先看娜姐的吧。先看娜姐的吧。看一下，你们在我这件东西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命运，遇到坎坷的时候可以给到你鼓励。 是一个存钱罐，首先印证了我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积蓄，对不对？就是勤俭节约，节约，然后积少成多，积业成裘。这是第一。嗯。第二，为什么他说他可以看到你的命运？嗯。当你把钱投进去以后啊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取出来。 哦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，哦，因为你必须要摇出三个一样的，你才可以取到钱。来，何老师，你试一下，你每天在摇它之前，你有仪式感的。啊，是什么的？什么呢？今天的我幸运吗？今天的我幸运吗？ 今天的我是不幸的我。这个完全不是会更暴躁。我为什么说，当你受到挫折的时候，他可以给你看的，鼓励你，让你看到阳光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说现在啊，网上很多人喜欢转锦鲤，转锦鲤没有用，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上。说得好，知道吗？这个就告诉你这个道理。怎么呢？就是如果你怎么赚。 你都赚不到一样的，怎么办呢？嗯，我说了，命运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。把他砸掉，砸了他。命运啊命运，我不相信别人，也不相信锦鲤，我只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好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爱表加爱呀。莫名的喜欢，我喜欢。你在这儿这样弄的时候，你有一种跟命运做斗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本身还在。